看起来是一张凑数卡啦，每次推出新关键字就会有这种搭配卡，强度都不怎么样，因为单一个资料片的关键字数量无法撑起整套牌组，在搭配数量不多的情况下，这种卡效果再强也很难进构筑，单纯只是多拿一张卡而已，发现法术也可以做到，智商能复制的对象还很少，一回合就会死了，也不能复制多少卡，所以二星吧。